又和牧师分享到，原来我们侍奉神不应该以争取高升或者成功为目标，相反应该在神的家中默默耕耘，做好自己的性格和态度，成为一位配得神高升和赐予成功的仆人，可以让神得着荣耀，这个才是正途。为什么神要我们在神的家中默默努力和耕耘，不可以好像世界的外邦人一样，为自己争取成功、荣誉、别人的赞赏和富足呢？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邪恶的本质就进入了人的心，人的本性倾向保护自己，为自己而活，做任何事的动机都是以利己为先，别人为后。所以对于一个心中没有神、未信主的人而言，默默努力和耕耘是一件愚蠢的事，因为没有人会白白放弃成功的机会，不争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外邦人的俗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会认为为自己争取是天公地道，毫无问题。因为对外邦人而言，所有成功、富足和别人的赞赏都需要自己努力争取才会拥有。对他们而言，世界是充满缺乏，假如付出了代价却不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报酬，这样好处就会被别人抢去。因为这个是世界的律，就如进化论的歪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神要求我们信主的人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相反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懂得在神的家中默默耕耘，学习为别人舍己付出，不计算自己的利益和损失。对于现时仍肉身存活在世上的人类而言，其实是一个考验。但圣经给我们知道，世界是由神所创造，并且神是全能的神，在祂里面没有任何缺乏，神必定会帮助那些倚靠祂的人。当我们愿意因为爱神和爱人，用信心撒种的心态，无条件为别人付出和牺牲，并且忍耐和持守到底，拥有神的性格和形象，神必定会百倍祝福这些人。马太福音六章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有古卷必在明处报答你。因为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类的目的，看我们在这个看来是充满缺乏和残酷的世界里面，能否藉着信心和忍耐依靠神到底，等候神的应许，培养出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属神的优越品格。当我们愿意在逆境中依靠神和等候神，不用人类血气的力量去争取成功和富足，但以信心相信属灵的律，我们的性格就会被锻炼，因而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如四福音中主耶稣常常提及两者在神面前的极大差异，一面是只求利益和面子，内心邪恶和自私的法利赛人，是神所责备和厌弃；另一面则是因为相信神，愿意默默耕耘的善良人，得到神的赞许，并配得神的能力和高升。正如路加福音主耶稣讲的祷告比喻，神所厌恶的是那些法利赛人式张扬行善、自以为是的人，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别人高估他们，但神所要的却是在神面前真正谦卑和依靠神的义人。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至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都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多次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虚伪，指责他们所做的一切所谓善事都只想得到肉身的各种好处。神所赞赏的却是那些愿意用信心倚靠神，不计代价默默地奉献自己的人，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外在成就，而是内心的优美品格，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亦不在乎行了神的话有没有即时的利益，而是在乎监察人心的神，并且保持自己内心的良善。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至四十四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案，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以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然而为何法利赛人不肯暗默付出，要公开行善给人知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是挑战一个人是否真心相信神的存在，并且相信神只看重人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的成就。因为法利赛人不是真正相信神，只是假借宗教获利和建立自己的名声而已。所以当我们在信仰中默默耕耘的时候，其实是不断锻炼我们拥有更多属神的性格，锻炼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倚靠。这样怎样证明一个人是真正愿意为天国而默默撒种和付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夺去。有时神会将已经给予我们的祝福暂时夺去，或是要求我们主动放弃。看看我们的动机究竟是想得到神给予我们的祝福，定是想拥有似神的性格。就如亚伯拉罕，神不断要求他为神付出，首先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迦南美地，其次要在75岁的时候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儿子，并且要他等待25年之久先将以撒赐给他。但当以撒长大至可以肩担献祭的柴的时候，神却要求亚伯拉罕将他100岁先诞下的独生儿子献为燔祭。如果亚伯拉罕并非以单纯的动机相信神，只是为了得到儿子所谓传宗接代的话，亚伯拉罕就不会顺服神献上以撒。但亚伯拉罕却因为单纯的信心，轻易胜过这些考验，将以撒献上，并成为信心之父。你能够想象法利赛人会因为神的命令将自己100岁才生出的儿子献给神吗？当然不会。法利赛人根本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们整个信仰过程都只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假如神突然要求他们撒种考验他们的信心，他们绝对无法接受，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藉着默默耕耘去雕琢磨练出更高尚的品格，预备献一个更伟大的祭。打从一开始，他们都只喜欢人的称赞和肉身的利益，早已完全毁灭了自己的性格。他们之中部分人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心底善良，但利益、权力和人的称赞却不断败坏他们的内心，最后变为利用信仰沽名钓誉的小人，性格完全被摧毁了。甚至当先知和救主来到他们的面前指责他们的不是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不知悔改，甚至要杀死对方来掩饰自己的邪恶。耶和牧师却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在1985年神带领耶和牧师放弃一切，为神建立石安教会，不单止愿意每星期分享永不重复的讲道，并且免费送出所有讲道带，亦不同其他所谓有名誉的教会打交道，完全单纯地为神献上成为活祭，只求别人能得福音的好处。当初耶和牧师已经遇上不少艰难，但仍然愿意为神迎难而上，不计算自己的得失，只为天国和别人的好处而付出。神就百倍祝福耶和牧师和石安教会，教会在头十年已经不断成长，成为一间千人教会，甚至耶和牧师的超然神迹和极出色的讲道开始被世界各地其他教会赏识，甚至曾获邀请到东南亚各国举办神迹聚会。眼见石安教会将要所谓扬名立万之际，神却考验耶和牧师，要求他公开分享养分疗法信息。耶和牧师知道分享这套极为敏感的养分疗法信息可能会带来极大逼迫，而过去21年时间含辛茹苦建立的教会，他的名誉和成就随时毁于一旦。但他却选择了信服神，放低自己的利益和成就。虽然事后确实带来前所未有的逼迫，引发了1996年的双氧水事件，耶和牧师一直忍耐了13年之久，期间一直默默相信神的带领，专心跟随神，没一日不信，亦没灰心丧志。直至13年后的2009年9月5日，神仙直先知 Bob Jones 荣耀列车的预言揭开了4794拉线，印证耶和牧师以一日都不偏差的方式被神带领。所以当我们愿意以培养自己拥有似神性格内涵、
成为我们行走信仰的唯一指标，在过程中默默努力和耕耘，不以利益名誉为目标，为了荣耀神，甚至不惜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就如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又好似日华牧师愿意分享养分疗法。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被神锻炼，成为神所拣选的辛苦，并且即使在艰难和逼迫中，仍保持内心的良善，不增敬，不埋怨，不灰心，不口出恶言，亦没失去信心和依靠神的心，我们就能够如精金一样被神所熬炼，成为属灵圣殿中最贵重的器皿，可以被神使用并配得神的能力、富足和高升，成为被神确认的辛苦，愿意为神奉上一切，不会被名誉和利益所蒙蔽。